走了，可是也不想浪费，再撑着吧。已经走了是吧？走2个小时，上山2个小时有吧？啊、哦，下山应该1个小时就 OK 了。下雨了，下雨才会凉啊。300，哎呀，好，加油！好，加油！好，开始走了哈，开始。
万苦，终于来到大大阪什么？啊，巨石步道。巨石板步道。顶端。顶端了、啊。任务达成。爬到。下次。不要、我下次不来了。好。好。上个方向，你看后面山好漂亮、好。好，看后面的山啊。好。山后面的。好。有讲问答啊，三十公分了，还三百公分啊，三十公尺啊，对啦，对不对？真的啊，我实在好累啊、真的，下次真的也不可能来了，又打雷又下雨，真的，很想放弃，真的，我下次不要来了，这比登玉山还要困难，真的讲。比跑步还要累，比跑一百公里真的还要累啊！好了，我们一百公里要跑这个步道啊，我相信下次我不敢了。好不容易被吓到了，被吓到了，没雨的，没雨真的啊，没雨的哈、准备下山啊，准备下山，两个小时上山，准备一个小时达成目标下山。好 ，OK，Thank you。Thank you.